我的鸭肉，咱不能炖狗肉，对不对？哎，炖狗肉你可能害怕，这回你不用害怕，大胆的选，你仔细瞅瞅，这是不是你鸭？啊，这字儿我记着，是不是？哎，然后我给它折起来，折起来之后呢，然后咱们放到这个碗里，对不对？好，坐好大哥，哎，别动。大哥，这个是我炖狗，怎么这狗炖我了呢？这是啊？对，哎呀妈，又踢了。